跑车造 SUV 都是长这么激进的吗？世界上三大跑车，法拉利、保时捷和路特斯都玩 SUV 了。 Electra 长得蛮有存在感的，只不过你真的在意它是油还是电吗？电动车也是有主动进气格栅的，打开的话是帮忙散热，而如果合上的话是增加15公里的续航以及相应的下压力啊。我不是很敢碰怕烫，但是到底是因为天太冷，还是它的制动冷却效果真的还不错？镂空的，镂空的，这里镂空的，这里也是镂空的，不抢空气动力学的路特斯直接推下海。我馋的其实是它跑起来以后的四段调节尾翼，帅的不要不要的。中控屏你给我退下。平底方向盘后面的拨片，左边是能量回收，右边是驾驶模式的切换，有点帅。 Electra 其实打开了我对于电动车的认知边界，就是智能不光是哎我饿了导航去哪里，我冷了单一维度，而是能帮助你操控的智能操控，两者是不冲突的。它快的有点吓人啊，因为没有了发动机的咆哮，咻的一下就出去了，真的是猝不及防。车身重量发现明显转移的时候，电控系统就已经介入在帮忙稳住我的车了。后轮转向让回头弯变得相当灵活，加上防倾杆， Electra 就是快得很，气定神闲，快得起来，但是同时也要刹得住的。它高性能的这个轮胎抓地力，抓前轮还抓得挺牢的，这是。大爷，价格？80大几也是需要有一些财力储备的，但中级灵魂拷问，保时捷 SUV 和它，你选谁？